瓜。想吃西瓜了？嗯，走吧。爸爸，接瓜。不用接，在马路上不能玩。怕困难。作业做了吗？啊？作业做了没有？没做。啊，又没做作业啊？没做作业还想吃西瓜、啊？想。走。所有水果里面，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？能挑两样吗？两样，那你说吧。嗯，西瓜跟桃子。苹果不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喜欢吃桃子？因为桃子很甜呀。走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先去买个西瓜。好。漂亮吗？漂亮，我们的西瓜。红日好看吗？好看，那里有个通风的玻璃，可以看到红日。爸爸，哪个这两个哪个更好吃呀、啊？山竹跟什么呢？山竹跟妃子笑。妃子笑是哪个更好吃？嗯，都很好吃这个。你给我买一个好不好？我最喜欢吃了啊。这不新鲜的，泡在水里面了。这个吗？对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山竹。对，走。那个。今天西瓜做活动，1.58元，小伙伴们那边西瓜有没有这种叫什么来的优惠？对，今天便宜，今天。对，那我拿你。你会挑吗？啊？你会挑西瓜吗？会挑呀，要比较光滑大的。不是，挑起来要脆脆的声音的。拍一拍它。好香的榴莲味道。哇，这榴莲我最爱吃了，闻着都吃得香，水果之王。对，好香啊！我想活动闻着闻着想吃了。嗯，这个。行，就拿这个，能搬得动吗？能搬得动。哎呀，别掉下去了！下次给你买一点做吧。好啊，哎，小龙，李小龙。啊，李小龙。李小龙，小龙嘛。我这个5块钱三个买这一袋了，正好咱们家晚上一家三口一人一个。拿上。这是咱们的晚餐。让我们买点手指色，木玩具。这个好像是14.8元，那我们就来一个橙子味的吧。行，听你的。这个是橙子香味对吧？不是。好了。好重啊！爸，我们回来了，快来切瓜。这么大，你们俩买的？这个瓜可能不甜，我们刚才都掉地上了。掉地上都没摔破。对。呀，这肯定，咱们看看。好。你这个西瓜也不知道甜不甜，这么大呀，切的感觉不是碰一下，是那种。完蛋了，感觉这个瓜。哇，圆儿挺红的，这个瓜。我们看看甜不甜啊？走吧，这是我们把它给摔破了，你们看这个。超甜，是啊、嗯，买对了，意思是，嗯，这个瓜你猜多少钱一斤？3块，1.5元，好便宜啊！对，好吃，我都吃的这个是第三个了，嗯，确实好吃的，真甜呀，都不用吃饭了，我觉得，吃饱了，嗯。嗯，吃吧，吃点糯不糯？嗯，我也是甜手不烫。妈妈，能慢慢吃，我来洗啊。啊，我的宝贝真棒呀，你辛苦了啊。没事，我们下期节目节目见吧，拜拜。